看牛的，这波人是保定以前那个来过的那波人，今天领着兽医过来，算是一个专家吧。看我这头牛，说有300来斤，真是无语了，估计今天够呛能谈成。本来是已经说好的价格。几个人在那个边上合计呢，估计今天够呛。并不是说他看不出那牛有多大，其实目的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就是想为了压价呗。本来头20多天就定好价的，又拖了有20多天，3天2头打电话，不是这事就是那事。光这几天的料钱就几千块钱，刚才过来一个人给说了一下那个意思，就是想再便宜点，我直接给回绝了。说实话，本来指着是卖给他们的，因为感觉他们也挺有诚意的。